大甲妈绕境的部分，我想哦，宗教神明的指示，还有他一定，他既然敢看那个日子，一定有他的这个准备啊、哦。那我相信庙方的话也会做最好的一个准备哦。那我们的信徒部分，他也会自己来斟酌他自己的健康状况，来参与这一个妈祖的一个绕境活动。那我们彰化县政府怎么接待他们？接待他们的部分的话，一样我们还是会先行来做消毒的一个部分。那有关于他们饮食的部分，我们还是会希望他们个人带自己的这个餐具啊。那另外的话，能够这个啊，依照该戴口罩的戴口罩，然后我们还是会很友善的提供适当的地方给他们来做休息的空间。